这个是 Mix Fold 3，这就今天晚上发布的这个新机是吧？对，这是它的拆解图。看看小米龙鳞纤维版啊，这个手机在哪？在这边，来，您这边可以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帅，这好薄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你看它这个屏，看啊，我一掰，看到没有？哎哎，哇，这个高级！一不小心又暴露了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这手机多少钱？价格的话，稍后雷总会发布。啊、哦，发布会还没结束啊！对对对对，这是电脑吗？大屏的平板，哎，派的。您觉得它像电脑对不对？因为它是个大屏的。这个是标配就会有这个键盘还是？这个是另配的。嗯，要另配你摆着干啥？真不理解。OK OK OK。哎，这是啥？这是我们的赛博Dog 2铁蛋二。哇、哦，它会动哎，还会变色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哇，哇，这个太帅了。